公司的团队们到崇明岛的凯悦饭店进行头脑风暴。饭店的美食真心不错。你拍动态的还是拍静态？动态。哎呀，哈哈，搞自己干嘛？我跟着你们来吧。就是有点那个焦虑感。为什么？啊？因为下午还要开会。不是，胖了吃了。没有，你很瘦。不用啦，你不要安慰我了。吃饱了，会议准备开始喽。团队成员们相互分享对于明年的计划。中间还进行团体活动。大家更利用晚餐的时间进行心灵上的交流。哎，镜头什么啊？啊！杯酒，哎，我帮你们俩拍交杯啊！我刚喝完第三杯，阿丽塔同志正在喝酒，没酒。哎呦哎呀！哎呀，水乳交融啊！水乳交融，今天哈收入指标各杯2000万大奖，喝交杯酒就这么成了，就这么成了。哎，酒量蛮强。今天早上喝醉酒量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！来，跟着团队一起来一下。好了。这真的是调戏啊！那不然，你就好点。看没有，最大的。天哪，你这真的是调戏啊！不是发自内心的调戏。真的可以吧？哇，可以吧？哇！行的，行的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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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还利用深夜的时间发展员工的才艺。梦有你爱你。
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活动吧。